引发全台热潮的黄色小鸭现在是重磅回归了。这一次呢，黄色小鸭即将现身在高雄的爱河湾。高雄市府呢会在高雄灯会期间携手计程车业者组成小鸭计程车队。业者表示呢，只要在灯会期间搭乘的话，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可爱小鸭帽。小鸭小黄，快十年，曾经引起全台风潮的黄色小鸭重磅回归。这一次在高雄市府的邀请下，结合高雄灯会活动，黄色小鸭将在高雄爱河湾展出。这一次请霍夫曼先生的艺术家把小鸭再回到高雄，主要是要让所有全台湾的民众来见证这十年的高雄亚洲新湾区的一个蜕变。高雄市府这一次携手计程车队推出小鸭计程车，车头有可爱的小鸭头图样，车身也有2024冬日游乐园的活动贴纸。只要灯会期间搭乘到小鸭计程车，就有机会领取限量小鸭帽。小黄呢，穿梭在这个大街小巷的特性呢，我们一起为高雄增添明亮温暖的一个充满活力一个都市形象。我们希望每一次的交通跟生活的媒合，可以带给我们的民众在服务上有一个美好的体验。现在又多了一些很多的建设，然后又加上小鸭的话，我相信高雄未来应该又更不一样这样子。高雄市府期待民众可以透过小鸭计程车穿梭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感受高雄的冬日温暖，也见证港湾高雄的进步。记者综合报道。